所有學功夫的人都是興食粥的了，所以吃過夜粥就是你學過功夫。吃過夜粥，打過牧人行。哦，好啊。哇，是不是地震啊？未出師先出道，你們終於找到我了。我們是朋友來的，你已經走火入魔了。EPS 28事成篇吳咸談香港指南，今晚10:30 ，Feel TV。